Hello，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导演的爆料时间。话不多说啊，我们直接进入今天的爆料环节。这次共研夫上线了新监管者鱼女啊，别的不说啊，就她魔化之后长这个样子，我就想问问湖景村的村民是不是有什么大病？这么好看的小姐姐也抓人家去进猪笼，这个金皮啊，你只要别太拉垮，一上线肯定要被人磕爆的。然后呢，大家最近可能都看了很多 UP 主爆料鱼女的故事呀，啊，鱼女的技能啊，肯定都看过了。这个时候就会有小伙伴要问了，导演，他的技能怎么这么奇怪啊？很奇怪吗？一个鱼女他会丢回鱼叉，很合理啊。一个黑化的鱼女丢出鱼叉之后在陆地上游泳，也很合理啊。那么一个在陆地上游泳的黑化鱼女可以让求生者湿气入体，哎，还是很合理啊。那求生者湿气入体之后就会减缓所有的动作，当湿气入体到一定程度上就会受到伤害，哎，也很合理啊。不懂就问，如果我玩游戏之前先贴好风湿膏，能不能有效抵挡鱼女的伤害呢？哎呀那么当一切都很合理之后呢，就有小伙伴要问了，那为什么第五人格只爆料他的技能？难道鱼女没有普攻吗？啊，当然是有的，鱼女拿着鱼叉怎么可能不会叉鱼呢？你们看，这就是他普通攻击的蓄力攻击，还有他擦刀的样子，哎，这是他翻窗户的样子，哎，这是他踩板子的样子，这颜值跟红夫人争一下庄园最美监管者不过分吧。好，接下来呢就是讲解他的技能。哦，对了，在讲解技能之前呢，先来讲一下他的技能伤害的机制啊。鱼女通过技能和被动在求生者身上叠加湿气，当湿气达到100%呢，就会造成一次普攻的伤害，这个呢是他的伤害原理。他的技能呢基本上都是用来叠加湿气的，而不是像邦邦啊小提琴家那种直接造成伤害。他的被动技能叫自身之渊，大概帮你们总结一下啊，鱼女走过地方呢就会留下小范围的水渊，也就是地上这些一滩滩的小水洼，当走过水渊连成一圈的时候呢，就会形成一个大水渊，闭合的瞬间会给范围内求生者叠加25%的湿气，求生者在水渊中每秒会增加10%的湿气，离开水渊后的5秒，湿气会以每秒5%减少，带有湿气的求生者交互呢会降低10%，修电机开门速度呢会降低20%。好，看他临接技能鱼猎，顾名思义啊，就是丢着鱼叉出去狩猎，把鱼叉丢出之后呢，鱼女会进入回游状态，移动速度会增加30%。丢出鱼叉的过程中呢，无法攻击交互，鱼叉在飞行过程中呢会留下水渊，也就是说，临接的鱼女可以依靠丢出鱼叉之后的走位，再回收鱼叉来画一个大三角形的水渊啊，又是一个需要学好几何学的监管者了，好好学习啊，小伙伴们。但他前期还是比较依靠普攻来打伤害的，毕竟化成水渊的瞬间才叠加25%啊，前期想要用湿气来打伤害，难度还是很高的。一阶技能呢是金波，在回游状态下快速冲刺，命中求生者可以叠加50%的湿气，一共呢可以充能2次。2阶技能弄潮呢，就是前面两个技能的升级版，增加一次金波的充能就变成3次，以及在水渊闭合瞬间增加求生者50%的湿气。在2阶之后的鱼女呢，才会具备有秒杀求生者的能力，所以在天赋方面呢，导演还是比较建议底牌一刀的，前期呢带个闪现比较好拿刀。大家如果对鱼女有什么想法，可以在评论区说一下，一起讨论啊。那我归纳归纳，那我可以再做一期视频，对吧？溜啦溜啦。